转眼阿雄做视频有2年半了，今天来把大的啊，只要出竹虫海毛虫就起飞，技能是6+2+4等于12个技能，你给我弹个成就。海毛虫大众宠成就啊，有锁，可以起飞了，兄弟们。我感觉这个号拿过7技能成就啊，有可能是8技能。1.1985，哇，这个资质，哇，你怎么合出来的嘛？我有点接受不了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打了7-8本兽诀，这个弱点跟这个业障就是不走啊！看看你有多坚挺。嗯，业障不就没了吗？弱点走，弱点走啊，弱点。弱点要不电了吧，算了吧，给他电到感觉50本要上线了。雷击飞行，嗯，可以。嗯，找不到那种全蟒的童子了，只能找到这种藏次品了，还卖的那么贵，给他电2本吧，这个童子也万一出个多技能童子，最坏的打算了。强力，你看这书有多难电，连击神击来回跳，可以电1本吧，不冲突啊，不冲突就行。我才发现还是个0级的，有点那个什么。哇，吃了那么多瓶，原地来吧，我的哥，再给我来一次海毛虫行不行？如果巅峰留不住，重回来世路，海毛虫。拉了7技能童子，给个海毛虫也行啊，给个海毛虫多2个臂带，9技能，这个成长真的就焊死了不动。还有一只不要慌，还没有全完。嗯，弱点就走了，这只掉得快啊。还有个业障，业障给我走哥，1本2本，50本了，已经打了换号啊，接着打。嗯，可以，兄弟们没游戏币了，随便找了个童子啊，这个童子300万游戏币，然后垫了1本书啊，来你给我海毛虫，又是童子，嗯，太可恨了，7-3-7-0，拜拜。坏了，兄弟们，舞龙没带，要飞这个吃锅。哎，没秒到，舒服了，不要法爆哥，不能爆，哦，手都在抖啊，兄弟们，我不挂自动了，真不挂了，老实了老实了，差一点点呢，但凡这4个字爆爆一下，法爆爆一下，这吃锅就没了。但凡这个吃锅速度再快一点，也没了。OK， 我还是老老实实抓吃锅吧，炼妖不适合我。抓了一个马，一个童子，一个吃锅啊。那么我们就是还差13个吃锅啊，就30个吃锅抓到手了。我们把名字改一下，改成13。红灯拿过来了啊。一点不害怕，继续挂自动啊，根本不带怕的，没有怕了一点啊，手抖不存在的，继续挂自动。今天早上一睡醒，一只吃锅258卖掉了，然后我们的龙宫也是刚吃了还800岁啊。因为今天是周天的原因，上午我就不打算抓吃锅了，我先把这个大唐号的300环给它跑了吧，毕竟跑300环它有那个150的书帖啊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龙宫今天也得刷活动，因为是周天的原因，是不是还在做师门，这个好把师门也给它做一下。人魂还是跑挺快，1个多小时就跑完了啊，然后这一轮是花了450万的成本，看看给什么。嗯，隐士指南说120的戒指手镯10块钱1本，120的啊，不是100的。2个星期没抓鬼了，看看抓鬼给不给环。无影神针，土册，1个环没有。
大鬼给什么？人参，跟姐夫。哇，大鬼也空车吗？来，牡丹。嗯，给回了啊，还给了个图册。你给我来个金石，一个铁拉闸。抓了三轮大小鬼，就给了这点货，两个环。游戏币的话是给了100万，然后储备给了有90多万的储备，可以。兄弟们没掉线啊，不得不说伤害服才是硬通货。每次活动开始之前腾个10几20分钟，满活过来刷刷刷几下就清掉了啊。我们开始准备活动了，今天居然没掉线，很开心。卡片变起来，看看能刷多少。好了，文运刷完了，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总共刷了63环，然后打了5个整点啊，都没给什么好东西，就一个 C66。来看一下，把这个给它抽了，能不能抽出别的东西来？抽到了一个金刚石，宝图30多张了。整合了一下，总共就是这些物品了，一个金刚，一个 C66。然后游戏币来到了480万，可以，我们的300环也是跑好了，这是第3次300环了。来本150的书，哇，跑个300环亏了1600万，难受兄弟们。走吧，抓2个小时吃国，一会儿还有帮账呢，检查一下五龙当带了就对了啊，抓到8点半。兄弟们，知道阿雄昨天为什么要想洗三技能的广木？你看这个成长，这个资质能卖3500万游戏币呢。三技能的，他两技能跟三技能，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广木，所以说阿雄才一直硬着头皮洗三技能。刚刚混了个周天的帮账，给了500万经验，32万游戏币，很可以。换了一下场景啊，我们来抓广木，抓了个童子。三技能没用，这种1.285也不留着河海毛虫了，没意思，毛虫不想喝。本来是想着抓一个广木，然后完美下机睡觉的，但是现在已经11点了，感觉抓不到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你给阿雄点了个赞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